清美溪秀天宫对几年一直到元宵节，拢会有真精彩的活动。二月十四号开始到三月初四，有各种精彩的内容。除了安排西洋情人节的活动，元宵节当天更加是有大米糕头点主顶的演唱会。伫隔天也有真隆重的万人食米糕头的开的活动。主办单位嘛邀请大家做伙来民间看花灯、食米糕头。一起放假啦！过了二十年时间，民间乡公所甲寿天宫是再度盛大办理灯会活动，配合二月十四号清明节特别设计月老特色花灯、甲桂冠游戏等活动。三月二号元宵节暗时七点，全员正式点灯。本厝主题灯采用 Q 版先天上帝，伫主灯周边阁配合着狗仔造型的七星神来做搭配，模样是相当高级。我感谢我们寿天宫以及我们县政府大力的协助哈。还有我们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大力的协助之下，今年恭喜没来办咱的元宵灯会哈，到时候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咱的寿天宫，咱地下宫的信者哈，拢会当来寿天宫这个所在来看精彩的表演。甲乡公所合办的，嘿，为了要带动地方的观光，哦，元月一号开始，农历元月一号，我就平安寿什么。啊，大家就免惊啦！开头。今年的元宵米糕头万人食平安活动，米糕头的重量已经来到11988大斤。想要打米糕头的民众，一旦在三月一号下晡两点到大殿来拜拜。到元宵节当天，我们下午一点，我们会在那个寿天宫第一停车场那边有一个挑米糕的仪式，200多位信士哈，从那个第一停车场挑到我们的寿天宫广场这边。隔天哈，3月3号早上8点，在庙前广场这边，我们会分发那个我们那个元宵米糕桃，万人吃平安哈，这个活动。给玄天上帝参拜之外，也可以欣赏松柏林的田园风光，也可以来看玄天上帝的灯区，一定可以求得一年的平安顺利。2018南投灯会寿天宫灯区将在2月十四号到3月4号办理。活动期间，每日暗时七点拢会发放小提灯，暗时8点发放先天上帝福地，数量有限。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共同来参加。记者欣喜，常报道。